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宠爱妈咪超值包，耶！今天快要到母亲节了啊！对，那我们从 OK 买了两个超值包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我们要先抽这个。它这边最大奖哦，最大奖是按摩椅耶，超棒的。二奖也很棒哦，是活肤 SPA 美肤仪。哎呀，还有一个三奖是钻石再生面膜，哎，是有钻石是不是？里面有放钻石是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来看看。那我们看看，如果买两个的话，里面会长什么样？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？现在来看看超值包里面有什么。芝宝要哪一个？要先开哪一个？这个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要这个。好，后面撕开，要开哦。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哎、欸，我们抽到这个啊，自然的盐，这个是那个苏打饼干。好，再看看。那等一下让我们开始吃吧。哎、欸，这一罐，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熊宝贝这个清芳香剂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很好，这很实用，真的。有时候外出啊，衣服臭臭的话喷一下就好。这个小孩喝的吧，胶原蛋白，水蜜桃口味。哎，还有，来，这个是气泡水，气泡水普普。哎，这个是哦，摸彩券啊，哎，不是，这是窝菌的那个健身俱乐部的优惠券，20天免费的会籍。好，还有两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芒果干啊，啊。我也要吃芒果干。还有一个四物饮，玫瑰四物饮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内容物其实是超过这个超值包的哦。可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刮刮卡哦。他写说超值奖项有5项，然后随机赠与幸运大奖。我们等一下再跟另外一个一起开。好，先开，再开另外一个、哦，再开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好重哦。啊，也是很重，内容物也很 OK。好。好，我先放这边，放心。这个才很重。来，糖糖来。爸爸你那一个手，那旁边的不重，我手的这边很重。这个很重。嗯。很重，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你拿来看啊。好。很重吗？其实里面应该是装一些瓶瓶罐罐、水水的东西啊，所以才会。我们先看看，再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我要开了。爸爸，等一下让一个人来。眼睛好。哦。水就是一瓶气泡水，好，气泡水来拿。哇，洗发精哎，这个立式的也不便宜哦。是大人，真的很棒。哇，一样的。一样，又来一个，我们又来一个苏打饼的。好。这是要跟它一起的盖住。哎呦，放这边啦、啊，但是不同口味还好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情人果干。情人果干，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一样耶。对，四物饮，玫瑰四物饮。好，哇！等一下，让我们去。这一瓶是人参蜂皇乳哦，很补哦。我抽到2瓶。好。又是一样的。啊，好，一样，一起甩肉。妈妈平常辛苦了，一起去甩肉吧。20天免费会员啊，好，一样刮刮卡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2张刮刮卡。我现在要来刮这个刮刮卡了嘛，看这个它的随机赠奖会赠予什么？哦，有字，五奖会是什么呢？哎 ，OK 什么？5元现金什么抵用券啊？哦呦，好可惜啊！小奖还不错。爸爸。啊？那就是这样，奖项有看到就好了。爸爸，这个我来画了。来，这个、另外一个芝宝啊。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一样，是吗？是一样的吗？看不太清楚，再刮清楚。
挖这边，这边。嗯。哇，这个字跟它一样。对，刚刚一样的、哦。爸爸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是超值包，本身它内容物就已经超越它本身的那个售价。爸爸所以他还额外送两个那个五块钱的抵用券，也是不错的啦。很可惜，我们没有抽到按摩椅，也没有抽到钻石面膜，更没有抽到SPA的活肤仪。但是我们还是有前面这些奖项，也不错啦，真的。那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啊，我们当然要祝我们母亲节，天下所有的母亲，跟他们说一声。母亲节快乐！Go！ 好啊，母亲节快乐！Go！ 好，那我们的 OK 的宠爱妈咪超值包开箱就到这边喽，要跟大家说拜拜。